今天哥哥来营业，智慧胖宝已上线。大家好，我是披荆斩棘的哥哥艾泉。我们呈现一下油腻的 wink 是什么样的。油腻的 wink 呢，就是说内心戏，就是说我跟你讲啊，我很帅哦，我特别帅哦，来了哦。这是不是很油腻？不行不行，我自己都觉得恶心。哎，这就是比较油腻的。我们刚刚因为搞了一个油腻的这个 wink 嘛，我们还是来两个清新的好不好？这么一刻意的话肯定不清新。都应该是下意识的。我认为只要是此刻为了 wink 而 wink 都不清新，真的真的真的。那你觉得你跟刘涛主持人相比的话，你觉得谁主持的会比较好？啊，这个问题是挑拨吗？来，涛，那个